新建功，那我们的刘府王爷哦，谢谢新建功，所以我的执事代表欢迎你们，这里是呢淡水平安寺呢所搭设的庆赞红毯。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拉内给个枪哦，给个枪呢，它有分什么？它有分比较大型一点、中型一点、小型一点的一格车哦。这个呢，一格车呢上面呢所雕刻的也都是很多的雕刻艺术哦。那雕刻上面有神明，有我们的龙凤，也有仙鹤，就是代表一个喜庆的代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物哦。这边欢迎来自淡水天象馆。我们淡水天降馆我们的龙队哦，我们知道呢天降馆呢除了舞狮之外还有舞龙，那舞龙呢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龙队呢来到了淡水平安寺，那前面呢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拿龙珠的一个好彩头哦，那龙呢会随着这个龙珠呢，它会追着这个龙珠的变化，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其实它的变换队伍会随着龙珠呢来进行变换哦。来，现场朋友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哇。其实呢舞龙需要相当好的一个默契哦，不然会打结哦。那呢龙身里面呢它代表了我们的海陆空很多的动物，比如说它有鹿角，有虾须，而且呢它也有麒麟还有蛇身哦，所以呢看到龙就代表了风调雨顺的意思哦。谢谢我们所有的龙队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在这边的参礼哦，那因为呢队伍非常的多哦，大家意识到就可以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其他朋友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龙团哦，为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呢进行参礼，也借由我们说龙凤呈祥，龙凤呈祥哦，又祝福我们现场好朋友哦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队伍非常非常的多，阵头也非常非常的多哦。那要再次呢，感谢我们这么多的阵头好朋友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格车哦，那一格车呢大家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哦，像一格车上面呢有很多是代表了我们喜庆的，像比如说这有仙女上面的表演的一个乐